我们分享一下这两天的最新的无人机操作，因为之前都是看到无人机在天上飞啊，扔下东西啊，但是没看到他们怎么操作的。就现代这个战争当中啊，无人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。这是战争的形势的变化。缅甸内乱之后，你看他绑上蓝色的这个东西啊，我们叫他小男孩吧，你看特别大哦。有的朋友说是像撒农药的飞机，比较简单，比较简陋，或者这么说。但是呢，也是缅甸他们现在 NUG PDF 逐渐的在升级状态当中吧。又起飞了，又起飞一下，飞向了他该去的地方。这个就比较难得，因为现在有这些影视，有这些视频能还原整个过程。你看他是用手机操作的，这个我也是第一次看到。我玩过无人机，但是也知道怎么操作，这个还是第一次看到具体到底是什么样的。这个就比较大一些。你们怎么看？你们怎么看缅甸现在这个事情？